呢。三伯真卡拄离开宿舍无偌久，应该伊随后就去找周夫人。来到后堂，两人一见面了后，应该就将因老母破病，甲因老爸叫伊赶紧倒去的这条代志，就一一地讲出来给周夫人听，并且继续讲着。想望师母这三年来对我的处处关心，学生真是感恩不尽。今日一别，也不知何时何日能再见师娘你的面。只是学生心内一件心事，想要求师母你出面为我决心。这边，这老身在在的周夫人，一看到英台这款要讲啊不讲的话了，伊也暗暗打伫咧家己的心内面。代理开啊，约着英台要来找伊的目的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因为啊，周夫人早就已经看出英台的心神不宁，甲查某囡仔人迄款含羞的表情。这一看到，周夫人伊笑笑问着：“英台啊，有道是书生如父子，你也不用客气。其实家母身体欠安，为您煮卤食。”回乡去探望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英台，你找我是要叫我来帮你做什么？这，英台，有话只管对我言明，只要师母做到，我绝无推辞。